心态还不太一样啊。这边许昕跟孙颖莎是赢的就结束了，然后那时候可能球路比较堆点，是可能碰到龙哥和丁宁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吧。龙哥丁宁的时候感觉一上来就没有那么的对路了，对，其实打不成打球方式。哦，漂亮，发平了，等于这个暂停回这球漂亮，我觉得还是在8-3龙哥吃了一个发球，然后丁宁搓了一个半高，再加上他交完暂停上来劈长的直接漂亮，还有世锦赛结束以后吧，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变化。我觉得一个是我觉得一个是在技术方面吧，对，我觉得他的法器现在无论是在近台还是在远台，其实一场比赛当中以前的比赛，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是当爸爸了吧，对，比以前嘛都是越来越优秀，是是是，觉得心态跟之前比更加的成熟了。第七再来，他们能做啊，救回来了，漂亮，他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，如果能够顶住的话，可能是心里的这种自信的建设会成倍，六手握四个赛点，10-7，依然是许昕跟孙颖莎手握，守三个赛点，这球应该是打到了，这球肯定上边。